阿凯拉11月17日晚在台南举行世纪婚礼，处处宛如童话故事般的布置，都藏着志玲姐姐的用心及浪漫。在晚上的婚宴开始前，两人现身婚礼举办地美术馆的二楼阳台，跟现场的民众和记者致意。他们一出场，闪光灯立刻闪不停。林志玲身穿粉白色梦幻小礼服，阿凯拉则是一身利落纯白西装，配上黑色蝴蝶结领带，两人甜蜜紧靠，脸上都是幸福微笑，就像童话故事中的王子和公主。林志玲面对眼前的祝福声浪，感动的眼眶泛红，频频点头表示谢谢，很幸福，大家一起幸福。在被问到对老公的感想时，更是羞红了脸，撒娇的抱着阿凯拉笑说他100分100分。林志玲对自己今天一直落泪这件事显得有些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，解释因为今天有太多瞬间都让她好感动。现场也有人怂恿阿凯拉向林志玲表白，阿凯拉听后转身勾住老婆的心腰，深情说 I love you， 逗得林志玲娇羞甜笑。